走。你家开的是不是？那有停车格，我会停。人不在车上，这个非劝导要件吧？要开单吗？要开单。那开啊。看他走到哪。这个非劝导要件吧。违停人不在车上，这个非劝导要件吧？要开单吗？要开单。那开啊。看他走到哪。就红线啊。不好意思，不用驱离吗？开完单就可以继续停吗？不用驱离。好。不会影响到交通。红线不算影响到交通，机车停了你去不算交通。